长。中国书法学会监事主席陈树珍主席，台北市周会王义典理事长，桃园市书法协会陈立伟理事长，祝愿各种亮剑比不花，了日相思无成算，人生得意事尽欢乐。这个作品啊，非常的充实啊、哦。那么就江西的高校，就是江西的师范大学啊，他们的啊教授啊，写书生啊，而且有十几件啊，五十六件啊。那我们台湾也是五十几件。疫情的影响之下，我们非常的不容易来一直连续的做这个交流展。相信在这样子的精神之下，我们一定能够将中华文化书画艺术精神发扬到极致。我想呢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事。两岸呢，在这个两三年来呢，比较没有这个交流，但是我们的文化呢一直在交流。那么，我看呢，这个除了这个我们的灿竹书法学会以外呢，还有这个华范，还有台艺大，以及江西师范大学。办这个他的协会这样的书画的一个联展，我相信呢，这个对两岸交流，本来这个两岸的文化是一体。这个我们这个本会呢，刚才我念了我们的名字，就是这方面呢，也是主要的就是为了两岸能够加强交流，所以我他们生活中来。我们希望我们业绩也好，当然我最非常的感激就是吴朝昌理事长，他是我多年的老友，我看他为了理想，他创造了很多的努力做法，尤其他在内湖有一个名人碑跟这个，我们李天堂将军，他在我们国军，无论是退伍的将军。还有现役的将军来讲，他是书法写的最好的一位将军啊，从甲骨文一直写到草书，每一种体啊他都有涉猎有研究。将军提醒我，我才有今天，还有我最敬爱的爸爸，还有今天的蔡徐慧，我就在那里大声的我感谢各位，在我这几天发简讯给各个群组，然后我本人没有送邀请函给各位，非常。